程叔，现在是侦查阶段，是不允许见家属的。嗯，这是硬性规定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们。不过，这个周律师是我法学院的同学，也是咱们市里的石家律师，他进去跟陈也了解一下情况，帮他解决问题，可以进行法律援助。反正是自己人，您尽可能放心啊。有什么事儿多跟他沟通就行了。谢谢啊，司长。没事儿，谢谢。周律师谈的怎么样了？陈也的状态还不错，他说他没有违法行为，是无辜的。他说让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的，请你们等他回家。我就知道他是无辜的，他不会做违法的事情。你是陈也的爱人吗？啊，我是。啊，陈也让我转告你一句话，电热毯啊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拔掉电源，要不然会变烤猪的。哦。<笑> 你看，这个人还子，那到这个时候了还有心开玩笑呢。周律师，陈也能不能取保候审？具体的案情呢，我不太方便透露，但是可以明确的是，孙桃两名嫌疑人目前都在逃，所以没有人能证明陈也对药品掺假不知情。而且，最重要的证据之一，发货检验单上有他的签字。药品从朝威。 到三院，检验环节啊，是最容易掺假的环节。哦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总而言之，在其他嫌疑人没有到案之前，陈也很难保释的。哦，周律师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如果早一天找到真正的坏人，陈也就可以早一天回家。理论上是这样。 葛青，小桃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骗我的吧？你有病吧？葛青，陈也在看守所里一夜都没回来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他根本都不知道药是假的，他不应该被抓的。这抓谁不抓谁，那是警察说了算呀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有办法的，因为现在能够证明陈也清白的只有小桃了，所以你帮帮他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去找他去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 葛青，求求你了，你劝劝他，你让他自首好不好？藏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你让他自首吧，我求求你了啊！你拉拉扯扯的干嘛呀？唯恐别人不知道我们家出了多大的事儿是吧？哎，谁告诉你陶建设就跟我联系了？你这叫污蔑！李招娣，我告诉你啊，陶建设出事了以后就没有跟我联系过，这个家他也没有回过，警察问我也一样，你问也一样。
你是医院副大夫，你们之前都工作检查了吗？这是医院的，你看，这根本就没戏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医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我看你这根本就是一烧高洁，吃了回报。对，我们确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这批药。我们和这家公司合作呢有一段时间了，之前不管是医疗设备还是药品，让我们还倒真没发生问题。 那怎么这次？你不是想要的，是这样。大夫，我问一下，魏主任的办公室是在这里面吗？他不在。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？您找魏主任有事儿吗？昨天不是有人用假药出事儿了吗？所以我就……你是记者吧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不是，我不是记者。 陈妍，你认识吗？他是朝威公司的销售代表，之前常来你们口腔科。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老公。他可把我们害惨了，要不是魏主任帮忙，你朝威的药能救我们医院吗？魏主任这么帮他，他怎么这么坑人啊？不是你先别激动，他不是坑人，他确实不知道那个药是假的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 不是，我看你挺好意思的，还敢找这儿来？那些患者呢？现在脱离危险了吗？不管人有事儿没事儿，你们都推卸不了责任。不是我，这样说你怎么可以了？陈也是我老公，他是朝威公司的销售代表，这家医院是他负责的。我知道了，你老公是卖假药的，赵老公就是卖假药的。朝威公司是一个合法的企业，但是有人把真药和假药混在一起了。其实真正的那个卖假药的，现在逍遥法外呢。我老公被关在看守所里，但他也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，那我们是什么呀？对的，因为你们不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不可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，他也是被冤枉的。不要脸！ 过年好，过年好。给你。过年呢。
Linda， 你真的回来陪爸爸过年啊？嗯。哎呀，我一个人怎么都行，只要你们开心就好。哎，程野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他没来，他陪他爸他妈过年。你们不会吵架了吧？没有。往年不都是我陪着他在他们家过吗？今年商量好了，各回各家。你们要是吵架，你就给我回。大年初一，这新年的第一天啊，要是吵架，这一年都不消停。吵架给我回去。我真的是回来陪你过年的，你要是不欢迎的话，那我就走。欢迎欢迎，当然欢迎喽！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还没吃饭吧？你也真是，回来也不早说一声，我都没准备菜。这些个东西啊，都是街坊邻居送来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坐会儿，我去给你蒸八宝饭。算了吧，咱不麻烦了。撒黑你，不吃八宝饭不叫过年。等着啊。是啊，着急也没有用啊。你现在大过年的，你到处想找人也找不着人呢。再怎么样也要过了今天晚上再说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吧好吧好吧，问你爸爸过年好啊。嗯，好好好好啊。喂，永刚啊。招娣说了，那几个人没有生命危险了，现在在医院留院治疗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，总算没闹出人命来。招娣人呢？在他爸爸那儿。这孩子遇上大事儿，倒是没慌了阵脚，让他回娘家歇歇吧。哎，吃饭了。我不想吃这个。哎，这大过年的。人家都合家团圆，就我们家冷冷清清的。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，非要报应到我两个儿子身上？